去开窗，共同开启智慧的窗。每当面对惆怅，总有个声音回荡，那就是青春的脸庞，告诉我微笑是无尽的力量，抛开烦恼勇敢奔向远方。青春是梦想的翅膀，所有人全部跟我一起跳起来，让青春彰显力量，升级梦破吉祥，这股灵感现在让我滔滔不断。听说您这跟这个打交道64年了，64年，今年77，哇，太厉害了！13岁开始做的，嗯，太棒了！大家看这个是不是非常完美？这就是今天的我，好，来试一下在华少的这儿。您试试5年前的，他这个可以放上。我觉得你脖子歪一点更可爱，比较像你。好，没事没事，先拿下来。哎，再看少刚自己做的。这是像水粼粼的那种水波光的这种感觉，就也听到有声音，哎，跳起来了，哎，怎么断了？你刀下的不够重。哦。花纹没出来，我这啊，花纹没出来，都没停都知道结果，抽不来。我爸特别宠我，就是他是属于那种很溺爱我，我爷爷、我爸都是做园林的吧，但是这就是家族传承啊，就有这样的传承。他没有逼你，他没有，他就会觉得你是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包括我进当演员。他就唯一担心我就是对身体啊，觉得你把自己照顾好就好了，然后一个女孩子也不用特别累，就他们没有逼我做我不想做的事情，他会觉得你开心快乐，然后过得幸福就好了。打圈还可以，来用力啊。中午没吃呢。我吃饭了。吃了啊。对呀，好。
要打，这样子下次你才会努力的。打，男的继续打。师傅没叫停，你停不了的。不停。打得不错，徐璐，不错。好，好，谢谢师傅。好，也要鼓励一下的。可以回去吃两碗米饭了。